110，传令下去，追风座在杭州的人手全力叮嘱杨小言和总督府不悦。是。小姐，我们没有搜到人，但是在那农家院里搜到一封信件，陈大人和宁氏玉在聂思府，请你去一趟。什么事？从他们神色上看是大事，天那么大的事儿。 信件，请汪公公把这封信转交给孙公公。方大人，我在杭州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，你要办的事我已经料到了，早晚不日将查清，请孙公公放心。<笑>好，这杭州啊也不是久留之地啊，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为好啊，保重。 送汪公公，嗯，汪公公，请。好。陈大人，这么重要的信函怎么会留下呢？留下的不只是这些信函，还有关于朝廷在西北边境兴建商屯的文件。听雨楼。 在商屯的据点里安排的人员名单，比刺杀钦差更重要的文件都没有销毁呀。他们不是不想销毁，是时间紧迫，来不及销毁。柳思思一败，行刺就再也不能成了。我听方大人说，捉住了刺客，侯爷对你的看法大有改观。 奏请皇上对你特赦的事，全仰仗侯爷了。哦，原来方大人让我查看柳思思，是要把抓住刺客的功劳让给我。完了，这功劳没了，那就是说能不能查到曹良，你都死路一条了。铁飞花，我和陈大人都十分担忧啊。我们有一个提议。 不过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提议有违律法呀。方大人，侯爷，你这是为何呀？明知故问，你说，你还是什么罪名不好啊？千古难遇一知己，你把我的知己，他怎么就成了倭寇了？ 侯爷用情专一呀，少见呐，都憋了一天才说出来。啊，我侯爷胸有城府啦。不过我得如实告诉你，他不仅是倭寇，如果我们没有料错的话，他还是要取侯爷脑袋的刺客。什么？哎，侯爷！ 是让我逃？我和宁氏玉联名密奏被驳回，斥以荒唐二字。由此可见，许慎在朝廷里面行走的是多么宽泛呐！我们知道你是对的，还是会继续保你的，但是也许保不了了。方大人也保不了你，你犯有八项重罪。 是黑字白纸在案的，都是死罪。还是暂避一时吧。哼，宁氏玉，你的口气不是让我暂避一时，而是让我一生亡命。就算要一辈子亡命天涯，我也要先找曹良，要让许慎招来胡玉器，证实快意堂好汉无罪，救众好汉性命。你追查曹良可以。 但是你要让许慎听命于你，办不到啊！铁飞花，快意堂在哪里都有本事求皇，你就听陈大人和宁氏玉的。我说过，要还快意堂一个清白，就要做到。既然最终结果是亡命天涯，我就无所顾忌，胁迫许慎下狱，我做得到。 陈大人，你是大官啊，救救我家小姐吧！她不想亡命天涯，她想当捕快呀。是啊，大人，请两位大人多多周旋周旋。嗯。
起来，起来吧。我愿意为铁飞花担责，从今以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主事。陈大人，你不必这样，我做出超越法度的事是情不得已，我不会再连累更多的人了。眼下还有一条路。抓住杨小燕。你说要找方大人，怎么又不去了？九州侯在钦差行辕，我不想去，不想去求他，这不是理由吧？自从快堂全力追查杨小燕，要抓他，你就闷闷不乐，其实内心很矛盾，担心他被抓住，是吗？不是，他与倭寇勾结，盗取漕粮，他是罪有应得。姐姐从快堂回来就知道，你秉性刚毅，内心也是一份姑娘的情谊，女人的柔弱。姑娘家不会那么轻易随便就喜欢上一个男子的，一旦喜欢，会矢志不渝，终生难忘的。叶姐姐，我不是这样。你今天跟踪，并不是要将杨小燕怎么样，只是盼她与她指使她的人见面，抓住她，你就轻松了。因为你会用事实逼着杨小妍逃命。妹妹，我是过来人，我知道该怎么保护我喜欢的人。姐姐，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。不用强辩了， 我虽然不像你能说出个道道，说出一些依据，可姐姐经历过，以你的本事，怎么能纵容杨小妍从你的眼皮底下逃走呢？门没插，进来吧。铁飞花，所有兄弟找遍了杭州城，就是找不到杨小燕的踪迹。啊！让铁妹妹休息，我们先出去，走吧。好。聪明、睿智、秀外慧中，而且眼硬好目。飞天神道能否出现也未可知，也许只是演练，也许只是个圈套。总之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杨大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是否传口信来，要由你自行。杰琛，我告诉你，你再能胡说八道。杰琛，托钵和尚，事情还没有办完，你怎么能先走呢？陈大人告诉钦差，刺客都逃了，有信为证，我终于解脱了。那侯爷悠闲了，没我事儿了。铁姐姐，我十六叔死了，我要回家认罪，托钵大师说我为徒了。比比也好。那你要是混不下去，也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哎，你怎么打他呀？啊，这也是点化。德山棒、林继鹤、云门饼都能醍醐灌顶。哎，我天天给他灌，他到处去讲经诵法，不仅欺骗了世人，连他自己也骗了。我决定收他为弟子，带他一起走。杰琛，这可是好事啊。
哎，锦山，谁当你的师傅，你自己来定。啊，我们还是靠说呢，还是靠打呢？哎，我一说话就打我，怎么说？打，我自然打不过你。哎，体肥花，你虽然是有慧根，但毕竟还没有开悟，很世俗。这人间的公道由你来主持，你会站在哪一边啊？你是我小师父，我站在师父这边。哼，托钵和尚，听见了吗？你说过的，你会听铁飞花吩咐的。不过我已经让托钵和尚做我的师祖了，你要是想做我的师父，就必须先做他的弟子。这么随意啊，太没原则了吧。你的话到此为止啊，铁飞花，恩怨非常，名利非乐，六根非我，无声非静，好自为之。铁尘，走。恩怨非常，多谢大师。铁妹妹，老爷子回来了啊！老爷子找到曹良了吗？不是曹良，是曹兵所在地。我走得急，来不及和你们打招呼。等我回来以后，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行踪，所以就没有打听何时。要尽快的调兵前去啊！我们赶紧去聂司府找陈大人，由他来调兵。好，走。那地方在太湖西边，大地名叫龙爪洼，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。山水深处有一个普通的小山庄。山庄叫什么名字？没有打听到，我是跟踪一个总督府的衙役前去的，而且他是到宜兴去置办饮食，有商家用船反向南行，在福东靠岸，轿夫再把他们挑到眉山。时间他们是算计好了的，没到龙爪洼天就黑了，有曹兵接应。嗯，他们穿着士兵的服装吗？没有，他们完全是农家的装束，看得出来都是有武功的人。你怎么会偏偏跟踪一个衙役呢？这么准？我们盯住了总督府所有出出进进的人，快一堂有51个兄弟分散把守在总督府外，他们每外出一个人，我们便跟踪住他们，一直到了解了他们的行踪之后，我们才能返回。原来是这样。陈大人，请你立即去钦差行辕，请方大人调派兵马，让宋老爷子去给你们带路。嗯，哎，你怎么不去啊？正好跟钦差大人去查曹寅、曹良，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啊。我要等杨小言的消息，这个人能让许慎伏法。好吧，宋老先生，哎，赶快走。好。宁时玉，我也走了。铁飞花，这个宋老先生一定认识这个衙役，把他找到也能让徐神伏法。温应泉临走前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，他不会让许慎受到牵连的。哦，对了，宁时玉，你能找到南直隶义兴县和浙江长兴县的黄册和榆林图册吗？我有，江南四省的我都有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总觉得奇怪，一个村能进驻100名士兵，饮食住宿都不易解决，难道把村民全杀了？也不对，征收秋赋秋粮
李甲是要下村催征的。你是巡抚御史，收到过这两个县的驿报吗？没有。哦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取图册。侯爷，请带上钦差印信，我跟你去都司府调兵。打仗？我们只是去捉拿护曹兵士，不能延误。啊，我去，我亲自带兵去。哎，侯爷，你只需亲自去都司府一趟就行了。我跟陈大人去，你留在杭州运筹帷幄。不，我要去。我在杭州，铁飞花要杀我，倭寇要杀我。就连我喜欢的人他也要杀我，把我当捏来捏去的软柿子了。哎，侯爷，我们不能延误，更不能大张旗鼓，只调一个千户左军士，带上前锋队火速赶去，途中难保你周全呐。我不怕，我一定得去。跟你说，侯爷不仅念情还记仇，哼，杀倭寇，杀叛军，血耻血恨。侯爷。陈大人，你还是留在杭州坐镇吧。好吧，宋老先生也是武林高手，他可以保护好侯爷的。去都司府调兵，调到哪个位哪个所？余杭千户所，方锦、九州侯都去了。难道查到曹良了？你马上出城，调城外驿馆快马去龙爪洼传信，要江百户趁机杀死九州侯，然后全部撤出。你报信后马上离开。余杭卫有800多名军士啊，不能打，再多也没用。去吧。是。长公子，老爷传你去。知道了。你带上信，即刻到京师，路上换马不换人，你要亲手将信交给越王殿下。是。你看，实际上在榆林图册上也反映不出龙爪洼有个村庄。也没有。怎么还没走啊？陈大人，我们在查藏曹兵的那个村庄。查到了吗？没有。陈大人，你怎么没去啊？父亲大人，您传我有事。今天你都见了些什么人呢？回父亲，上午翰林院五经博士林老先生省亲，由府学教授张林熙老先生陪同前来，我恭迎恭送，没有半点失礼之处。我问的是你在这之前，你在内庆亭后面的密室都见了什么人呢？那是在南京认识的一位朋友，遇到了一点难事，求我帮个忙。父亲大人对我的举动仍是上心呢。过去不上心，
只是以为你不过是一介轻狂书生，整天沉迷酒色。现在风声紧了，我不能不防啊。那个女人就是听雨楼倭寇的探子，陈清明正要抓的人。什么？哎呀，不要跟我装腔作势的。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你一直想着干什么，你又在干着什么。父亲大人，大概已经听说钦差行辕侯爷和方大人已经前往余杭千户所了。你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吗？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估计铁飞花已经查到曹良曹寅所藏之地，钦差不调杭州卫，宁愿绕道去余杭，这是怕走漏了消息。防谁呢？是在防父亲大人。哼，他防我有什么用啊？曹良曹寅找到了是好事，钦差一行也可以结束了，各个衙门也可以少了一些应酬啊。父亲大人，这曹良曹寅是你养兵的家底，这家底被铁飞花掏空了，那您不就白费心思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曹案的真意？是温印泉告诉你的。哎，站住，柳儿，我来开门。有人敲门，我听见了，我来开门。开个门能捅什么娄子？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哎，叶堂主，堂主来了。啊，堂主，你怎么来了？老爷子派人传讯，说这人手不够，需要增援。哎。铁飞花呢？我去找小姐去。柳儿，回屋休息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真是缺乏信任，哼！哼！堂主，叶灵姐，有兄弟回报，从总督府吃出一匹快马，他来不及追，大家都找杨小言去了，也没人可通知。堂主，既然曹兵找到了，我看不用再守总督府了。嗯，好。把弟兄们都撤回来吧。好。嗯，是。父亲，温老夫子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报答你的知遇之恩呢。哎呀，不懂正事瞎掺和什么呀。曹良丢失只是小事，只要不殃及自身，丢了权柄，就是将来散尽了千金也有复得的一日。指使倭寇刺杀铁飞花的是你干的吧？是他自己要干的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个道理我还懂。铁飞花在我的眼里跟在父亲的眼里其实是一样的，掀不起什么大浪来。乱大谋？温印泉都跟你谋划了些什么？我要为父亲大人保住曹良曹寅，让九州侯和方琦葬身在龙爪洼的火海之中。大胆小子，这就是温印泉跟你要谋划的事情？不，杀九州侯温老夫子确实不知道，我要让父亲大人
摆脱干系，保护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江南吏治体系。我本打算在山东境内刺杀九州侯的，但现在事关漕粮，必须保护这批财产，把九州侯和方锦的死暂时推到铁飞花和快堂的头上。推到铁飞花的头上？九州侯剿灭快堂，他和方锦的死自然就是快堂的报复之举。父亲大人，你所谋划的无非是想将江南打理成自己的天下，过不了几十年你也将告老致仕，而温老父子所谋的是想要江南世世代代都成为许姓天下。幼稚啊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暂且不查了，长清县是浙江治内，提调榆林图册容易，我与易兴福有过交道，想来他也不会推诿，烦劳宁世玉走一趟，带上宁思福马快去索取这两县的榆林图册。哦，最好连夜就走，我担心九州侯心切，如果他要先到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嗯，好的。陈大人，宁时雨，我先走了。告辞。江南天时地利，我再与东营人、弗朗基人、安南人达成协议，变成仁和之乡。如今朝廷腐败，应对北方边患已是捉襟见肘，而江南一旦断绝了米粮，大明江山将会不推自倒。跟倭寇、海盗、山匪勾结，读书人读得好啊，啊，都读到了要落草为寇的境界了。草妹英雄起，讴歌隶属歌，风尘三尺剑，社稷亦容衣。刘邦三尺剑下斩白蛇，从此兴业，四海归依。其中不乏海盗山贼，王侯将相应有种乎？朱元璋不也是一个行乞的和尚吗？哎呀，温印泉真是老糊涂了，这么大的事，啊，居然是两个纸上谈兵的人在主谋。父亲，这并非纸上谈兵啊。您怎么不想想，我为什么要杀九州侯呢？那你说，九州侯跟你交情一直匪浅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太子顽疾在身，周宁妃之子尚小，还未册封，越王、九州侯的子嗣都有可能成条。越王、九州侯、太子少保方锦，是不是都有可能祸患在身呢？这么说来，让你刺杀九州侯的人是
却帮不上忙。现在我只有你这个亲人了。亲人，我你看，我跟你讲话用不着有任何的掩饰。你看你有多渺小啊。没想到就是他。是的，越王九州侯一死，周宁妃之子成为太子，便顺理成章了。那当今太子呢？由他在办。父亲文王放心，时机不成熟，称王列土之事绝不会暴露。提前杀九州侯，只是保住曹梁和弥补疏漏。怎么讲？父亲大人可能没有料到，如此严密的事温老夫子却没有败露。他一死，曹兵由谁掌握呢？是我找的江百户统帅曹兵，再有两个东营武士出任教头，同时监视江百户。再有，温老夫子如果没有对我说这些事，曹案早就查清了。是我在暗中切断线索。为什么不杀铁飞花呢？杀铁飞花有吕中，我当时只想知道他对曹案到底了解多少。在他前往开化，我才知道他除了刘兆良那条线索什么都不知道。当杨小言知道有谋反书信传信于我时，已经迟了。温夫子便利用惠泽侯说动九州侯调派兵马剿灭快意堂，这也是我和倭寇之间的交易。傅伯伦指使千户杀铁飞花，跟你没有关系吗？跟我无关。父亲，我胆子虽大，但我还沉得住气。太子不死，我既可以潜下心来积蓄自己的力量，又拿住了姓周的把柄。我想一想，你走吧。是。愚不可及啊。晨露太重，当心上身啊。嗯。叶堂主，我有心事所以睡不着。昨天晚上就听叶姐姐说你连夜就赶来相助，因为太晚了所以不便打扰。撤到山间必有路，你也不必太过伤神了。你说是不是女子都不适合做捕快这一行？至今为此我从未听说过女人做捕快。跑腿打斗勘验伤势，在死人身上寻找蛛丝马迹，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整日出入那些不堪入目的场所，确实不是一个女人做的。还有，
女子心不够刚硬。哼，那倒也不见得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男人也不是个个刚硬，人有三筋六气的私情，有朋友间的义气，有贪欲，只要有了这些，人心不一定刚硬。贪念，贪念。堂主，仍然没有打探到杨小燕的下落。贪念，许慎的贪念并不在曹寅曹良，他是想借曹案将四省官吏都换成自己人，所以他是不会保曹寅曹良的。哟，你比我还忧国忧民呢，有什么愁事说一说，看侯爷我能不能帮你。侯爷啊，这次铁飞花顺利地探查到曹良，一胖遮百丑，在办案的过程当中，许多事情都是迫不得已的。你求皇上，他并不胖啊。再说了，如果不是他，柳思思能消失无踪吗？柳思思要还在你身边，你这尊头颅只怕就不在了。哼，正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我怀疑那封信就是陈清明和铁飞花共同虚造的，谁能证明柳思思就是倭寇啊？我也怀疑信件是假的，倭寇在西北的探监名册也是假的。不过不是陈清明和铁飞花作假，是柳思思做了假。啊，那封信是说要杀你，却没有杀你，是不是有古怪？什么古怪啊？哼，柳思思在故弄玄虚，为你开脱罪责。我有什么罪责啊？你一到杭州就与他打得火热，又屡屡阻止铁飞花查案，兴师动众要杀他。然而就在曹案即将败露的时刻，柳思思失踪了，还故意留下名单，名单上留的是东营人的名字，难查真假。留下这个名单，这就想证明这封信是真的。这封信若是真的，那就证明那个柳思思是倭寇，他想杀我。你跟他同床共枕，他怎么不杀你呢？反而在逃跑以后说要杀你，这是不是故布迷阵，让世人觉得他跟你势不两立？这恰恰说明他在保我。对，他在保你。可他保我干什么呀？铁飞花，追风都督主派人传信，四海船行昨晚半夜被杭州县抄没了，船行老板拒捕，被当场割杀。什么罪？什么罪还不知道。船行行商、茶饮、盐饮都有可能出问题，找借口抄没太容易了。我还是去看看现场。叶堂主，麻烦你帮我通知陈大人，让陈大人带聂司府的人去现场。这很简单，因为劫夺曹良是他主使的，阻止铁飞花查曹案是你指使的。铁飞花就快查清了，你便命柳思思逃跑，再留下你无辜的证据。侯爷啊，这叫欲盖弥彰。切，欲盖弥彰，胡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什么倭寇。侯爷，皇上令你广交朋友，谁知道你交的是什么朋友？切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侯爷的朋友里边有倭寇，我没有察觉到？
过两天如果传来苏州和南京两地的听雨楼垮了，就证明柳思思确系倭寇的探监。你带上这些东西到京师去吧，去看看我的朋友们、同僚们和门生，没有什么话就问个好，然后你就去找你的那些朋友们，去游山玩水，去花天酒地，你所需要的银两可以到京师钱庄去取。是，记住了，没有任何心机，也没有任何目的，就是一只闲云野鹤。给你二弟也透透风，叫他要多加小心呐。没有我的传信，你不许回来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一旦听到了什么不利的消息传出来，你就找个地方，找个地方出家吧。心眼神